好，磨到无柄砍，哇！二条应该不吃吧？磨，靠到3万还比较有用一点。好，雅慧现在已经一上听了，最好是摸到7万，可以听三头顺。好，单调8万，单调8万，彩云姐的8万有点危险。三条会不会打8万呢？打8万就积了。好，没有，打6条，正确。哇，雅慧听36饼带7饼。好，真的打6饼，雅慧真的过水，完全在意料之中。好，OK，好，先走二条。好，卡6万，听牌，听14万。好，4万漏下去。来了，又来了，再过水。好，彩云姐跟着走，跟着走，没事。好，再猜一对，猜4饼，剩绝张。好，哇，抽一色成型，三六万。三六万。好，一七二饼再三，来，糊不糊？还是不糊？还是跟走？哇，已经过了几次水了。3000000，哇，又来，又来，糊不糊？还是不糊？对，正确。哦，雅慧真生气。哇，哇！七。八九，也剩还有3张啊，还是有3张。转，单掉这个红中，就要转成一个变空厅啊，哎呀，还有三张的可变惜，空厅，红那反而现中在美丽的36万的臭一色有机会哦。六哎呦，瓶又是又来，他摸的，啊，呀，会不是，会气死啊？好险，我有换了，不然我要中风了。你到底要打几只啊？全部都你打的。哎。就36万剩1张了，嗯哼，36万剩1张，哎呦，过水过的，吃墨啊，哇，这一把很精彩，不知道过了几次了啊，真的是唬不到阿嬷哦，那人杰是绝张的1万自摸啊。对，站在雅慧的立场，宁愿让仁杰自摸连庄，对，也不愿意顺推，对不对？他如果胡仁杰的话，是彩云姐最高兴的。